当科学家发现来世真的存在，本来这应该是一件好事的，没有想到人们却因此走上了不归路，一有不顺心就准备去寻找美好的来生。那这样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大家好，欢迎来到全链，我是琼哥。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科幻电影《爱有来世》。话说在未来，经过40年的潜心研究和探讨，科学家最终证明了来世的存在，一个类似于另外一个次元的世界。也就是说，人类在死后一部分的潜意识就会脱离身体，进入到另外一个次元世界。这个消息一传出后，人们为了逃避这辈子的辛酸苦难，就纷纷选择了自我了断。于是短短时间内，全国上下的死亡人数就直接上升到数百万。看到这个现状后，科学家就不得不接受记者的采访。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采访的过程中，一位男子竟然当着他们面开枪自枪，场面陷入到一片混乱，科学家也被吓得手足无措。紧接着画面一转，就是一年半以后了。在这个期间，选择去往来世的人数又增加到400多万。眼前的这位男子是科学家的儿子，也就是我们的男主。他坐在开往老家的渡轮上，一边听着新闻的报道，一边捏着眉头，看上去心情十分的沉重。正当他以为船上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远处就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也就是本片的女主艾拉。想着自己一个人也是无聊，男主就走到了女主的身边，打算跟她唠唠嗑。本以为这次的奇妙缘分会让两人走到一块，结果渡轮靠岸后，女主就跟男主分道扬镳，直接打车走了。回到家后，男主才发现自己的父亲竟然还办了个收容所，里面全都是那些受到来世结论影响的人们，其中有的甚至经历过2-3次的自枪未遂。而科学家办这个收容所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这些人提供活下去的动力。然而男主在进入到这个建筑后，才发现原来自己的父亲还在暗中继续做着什么实验。这一切在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可怕的邪教组织。男主希望自己的父亲可以就此停手，承认自己的实验结果是错的，并收回言论，让人们不再那么轻易的选择轻生。但科学家却坚持说自己发现的内容全都是事实，不是收回就能结束的。这让男主感到非常的压抑，郁闷的他只能独自来到了海滨散心，打算让海风吹散自己的烦恼。结果就正巧看到了不远处有个金发女子，似乎正打算轻生。定睛看，才发现对方就是自己在渡轮上遇到的女主。于是他便立马冲到了女主的身边，想要将她拉回到岸上。但是女主却不希望男主救下自己，因为这一切是她早就计划好的事情。为了让女主不再试图自枪，男主只能把她带回到父亲的收容所。但要在收容所安定下来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女主不仅需要和科学家进行一次单独的面对面交谈，还要完成一份类似心理测试的问卷。好在最后女主都通过了这两轮测试，获得了科学家的准许，成功留了下来。不过她之所以选择留在这里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为了可以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科学家最新研究的那台新机器。据说这台机器可以记录下人类在濒死前脑海中出现的画面。科学家为了深入研究这台机器，更是多次让自己陷入到濒死的危险状态。但这波操作毕竟还是太冒险了，所以研究小组的成员就一起想出了一个法子。他们决定从根源减少风险，用尸体来做实验。于是一天夜里，男主的弟弟就带着男主和女主一起来到了附近的医院。弟弟用自己奥斯卡般的演技骗过了值班的男护士，打开了停尸房的门，让男主和女主趁机潜入到停尸房内，可以挑选实验用的尸体。最后他们选择了一个属于心肌梗塞的男士，然后齐心协力一同运回到实验室。或许是因为这次的接触，让男主和女主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起来，他们相互交换了心里的想法和故事，最后还一起牵手进入到梦乡。隔天一早，实验小组就马上对尸体展开了测试。他们把像树根一样的机器连接到尸体的脑袋上，然后想用电击恢复其生命体征，但看起来作用好像并不大。正当学人都以为实验遇到瓶颈时，在走廊处商讨的时候，男主悄悄地溜进了实验室，导入了一会儿仪器后，仪器连接的显示器就突然出现了一系列的画面，内容大概就是这个男人在医院中看到的一些画面。但是男主却不打算把这个发现告诉自己的父亲和弟弟，一方面是担心父亲越陷越深，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想用自己的力量证明父亲是错误的。而实验团队这边看到尸体没能发挥作用后，就打算换一具尸体再继续进行，完全不知道其实仪器记录下来的画面早就被男主偷偷给收藏了起来。为了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天下午，男主带着视频独自来到了医院，然后根据视频内的行程画面也在医院里面走了一趟。
结果却遇到了一条水路。询问工作人员后才知道，原来医院在十年前曾经改建过，这就证明了视频里出现的画面都是十年前的模样。返回收容所后，男主就看到父亲正在给收容所的成员开会，其中有一个中发女因为嫉妒女主刚来就可以参加实验项目，所以就不甘心的对外散布谣言，说自己得知实验的仪器出了问题。结果没有想到这一切被科学家给知道了，因为听不得别人说自己的实验出了问题，也不想让大家知道自己还在搞研究的事情。在大会上，科学家就直接劝退了中发女，让她打包行李离开收容所。男主这边因为自己看视频也得不出太多的信息，就把视频的内容也给女主看了。随后两人就一起对尸体的主人进行了研究，结果细心的女主在看视频的时候就发现，视频里的人虽然手臂上有纹身，但却是灯塔的模样，而上次他们所见的尸体纹身却是波浪。所以很显然，视频的内容并不是尸体生前的记忆。看到视频内还有个女人出现后，两人就决定从这里入手，看看有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女人的住址。在出发之际，男主还带着女主来到了海边，然后把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告诉了女主。原来他小时候曾经发生意外，脑海中蹦出了一个场景，而场景的地点正好就是他们现在所处的海滩边。而女主在听完男主说的话后，也把困扰自己的心事说了出来。她之前有过一个5岁的儿子，因为自己某次不小心在这片海滩睡着了，才导致儿子就这样失踪了。所以女主非常的痛心，她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过错，所以那时候才会想不开。互相安慰后，两人就一起来到了视频中女人的所在地。原来这个女人就是尸体男的妹妹。妹妹告诉两人，尸体男生前可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渣，让弱小的妹妹独自照顾生病的爸爸妈妈，而自己却从来没有去过医院看望他们。如此看来，仪器所记录下的内容就不是尸体男的记忆了。至于究竟是什么，他们还需要继续深入探索。与此同时，他们不知道的是，科学家为了证实仪器是有效的，就直接把自己送上了试验台。等男主他们赶到时，就发现仪器连接的显示屏中竟然出现了自己母亲从家中楼梯走下来的画面。显然他和弟弟也很想看看视频后面究竟会出现什么，但为了父亲的安慰，他们还是选择立即使用电击拯救父亲中断实验。等父亲苏醒后，男主就开始跟他交谈视频里的内容。经过一番思考后，父亲认为其实来世很有可能是死后灵魂去往的另外一个版本的今生，相当于用第二次的机会弥补此生的遗憾，这样就可以不必再面对自己最深的悔恨了。为了不让世人知道这个实验结果，不让更多的人选择轻生，科学家决定把实验结果和这台机器隐藏起来。正当男主和女主都觉得事情马上就要回到正轨的时候，之前那个被劝退的中发女竟然出现了，她直接一枪崩中了女主的腹部，打算用自己偏激的办法夺回收容所的位置。而女主这边因为被伤中的要害，最后不幸凉凉了。不过在濒死前，他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许多关于儿子的画面。而男主这边因为已经爱上了女主，所以怎么样也无法接受他就这样离自己而去的事实，于是趁着大伙不注意的时候，他就偷偷的来到了实验室，打开了机器，将自己置于濒死的状态，然后随着灵魂来到了另外一个次元的世界，回到他和女主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渡轮上。在这个世界中，女主告诉男主他已经反反复复来回这里很多次了，因为最开始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女主并没有下渡轮，而是选择了投海。于是隔天在报纸上，男主看到了这个消息就非常懊悔。后来不幸去世的男主因为在深深的愧疚感的驱使下，灵魂就不断的返回这个场景试图拯救女主，但每一次的记忆都会被销毁，所以每一次他只能重新认识女主，重新来过。而这次他虽然成功阻止了女主，但还是没能改变最终的结局，因为中发女还是毙掉了女主。在得知真相的同时，男主的耳畔出现了父亲的声音，很显然父亲想用电击救回男主，但因为男主自己的内心已经选择要拯救女主，所以他又来到了女主儿子消失的那天。他知道想要拯救女主就必须从源头上解决，那就是救下他的儿子。影片的最后，在新一轮的来世中，男主因为爱而牺牲了自己，在这片熟悉的海滩上成功救下了女主的儿子，把女主从深深的懊悔中救赎出来。其实这部影片中所谓的来世不过是人死后去往的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回到自己在此生中最遗憾的时刻，然后试图做出改变罢了。但从影片中我们也能意识到一个道理，那便是珍惜当下才是最重要的，与其让自己在这一生留下遗憾转世去弥补，不如直接付出行动不留遗憾，因为再来世可能你也改变不了什么。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